嗨，大家好，我是菲尔·罗森塔尔。让我告诉你，我这辈子吃过不少好料，从曼谷的路边摊到巴黎的米其林餐厅，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识过。但是我在台湾五节乡的经历，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想象一下，美味的食物、热情的陪伴，还有水，很多水。我来到一家叫做阿芳咸粥的在地老店，这里的食物好吃到没话说，气氛更是特别。 我听说过餐厅可以看海景，但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整家店都被水淹了，不是角落里的一滩小水洼，而是水深及踝及膝，到处都是水。你可能会觉得这简直是场灾难，但当地人似乎一点也不以为意，他们涉水而行，大口喝着粥，就像在天堂一样自在。而且你知道吗？他们的快乐是有感染力的。 这不仅仅是一家被水淹的餐厅，更证明了台湾人民的韧性和精神。即使在混乱中，他们也能找到快乐和社区的力量。而这，我的朋友们，就是食物的真谛。这家餐厅的名字“阿芳咸粥”已经成为当地的象征。它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地方，更是一个社区的中心。当我第一次踏进这里，看到水淹到膝盖的情景时，我真的惊呆了。 但更让我惊讶的是，这里的顾客和员工都非常淡定，仿佛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们笑着、聊着、享受着美食，完全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这种场景让我深深感受到，食物不仅仅是填饱肚子的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在这里，食物成为了人们联系的纽带，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他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 这种精神，这种韧性，让我对台湾人民有了更深的敬意。阿芳咸粥的味道真的是无与伦比，每一口都充满了浓郁的香气，让人回味无穷。这里的食材都是当地新鲜的，无论是米、鱼还是蔬菜，都能吃出大自然的味道。而这一切都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完成的，让人更加珍惜每一口食物。 我有幸进入厨房，亲眼见证了这些美食的诞生过程。厨师们在水中忙碌着，却依然保持着高超的技艺和对食物的热爱。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食物的尊重和对顾客的关爱。这种专业精神让我深受感动。在这里，我不仅仅是品尝到了美食，更是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当地人热情好客。 让我感觉像是回到了家一样，我们一起分享食物，分享故事，这种经历让我永生难忘。当夕阳西下，餐厅里的灯光亮起，水面反射着金色的光芒，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在这样的环境中，食物不仅仅是食物，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这次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真正的美食不仅仅在于味道，更在于它背后的故事。 和情感。五节乡是台湾宜兰县一个迷人的小镇，以其美丽的风景、友善的人民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美食而闻名。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独特的魅力，无论是古老的建筑还是现代的咖啡馆，都让人流连忘返。但在这一天，五节正经历着一场倾盆大雨，雨水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 街道变成了河流，这样的天气对于当地人来说并不算罕见。我不是那种会因为一点雨就坏了食欲的人，于是我冒着风雨前往久仰大名的阿芳咸粥。这家餐厅以其独特的咸粥和热情的服务而闻名，是当地人和游客的最爱。当我接近餐厅时，我可以看到水已经开始上涨了，但台湾人就是这样。 他们非常足智多谋，适应力强。阿芳咸粥的老板没有惊慌失措或关门大吉，而是卷起裤管继续营业。那顾客呢？他们只是随便找个凳子，找个稍微干一点的地方坐下，然后开始享受美食。这种乐观和坚韧的精神，正是五节乡的魅力所在。无论天气如何，这里的人们总能找到方法，让生活继续，让美食不断。 走进阿芳咸粥，即使加上这个水上特色，也像走进了时光隧道。餐厅是一栋传统的台湾建筑，有木梁、红灯笼，气氛既温馨又热闹。在这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大家一边喝着热腾腾的粥，一边分享着故事。过去的时光仿佛历历在目。洪水虽然带来不便，却也增添了一番风味。它创造了一种共同的经历，一种在用餐者之间的友情。我们都在同舟共济，因为对美食的热爱和无论如何要享受美食的决心而团结在一起。现在来说说粥吧。哦，那粥就像雨天里一个温暖的拥抱，是最完美的 comfort food。它采用新鲜的当地食材，经过数小时的熬煮，既丰盛又美味。这里的每一碗粥都蕴含着大厨的心血和对传统的尊重，每一口都能品味到食材的原汁原味，让人回味无穷。这家餐厅不仅仅是一个用餐的地方，更是一个让人感受到台湾文化和历史的场所。在这里，你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却又仿佛停留在过去。这种独特的氛围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客人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亲切。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游客，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回忆。这就是阿芳咸粥的魅力所在，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粥听起来不太吸引人吧？但相信我，这可不是你奶奶煮的那种粥。虽然我相信你奶奶煮的粥一定很好吃。阿芳咸粥是一道烹饪杰作，首先是汤底，用猪骨、虾米和秘制香料熬制数小时，香浓可口，咸甜适中。接下来是好料，鲜嫩的猪肉片、饱满的鹅仔、香滑的皮蛋，还有各种新鲜蔬菜。每一碗都是现点现做，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别忘了加上一大勺自制辣椒酱，更添风味。甜、咸、辣、鲜，完美平衡，交织成一首美味的交响乐，让你的味蕾为之倾倒。阿芳咸粥不只是一家餐厅，更是一个文化机构。它的创始人是林正芳女士，她是一位当地历史学家，也是宜兰传统工艺和美食的热情倡导者。林正芳女士认为，食物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可以连接过去，传承传统，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而这正是阿芳咸粥所做的。在这里，当地人可以分享故事，家人可以聚在一起庆祝特别的日子。像我这样的游客，也可以体验到宜兰的真正精神。餐厅里还摆放着林正芳女士私人收藏的古董和文物。每一件都在诉说着宜兰丰富的历史，所以当你品尝着粥的时候，你同时也被这些过去的见证所包围着。林正芳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是一位老师，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厨师，也是她所在社区的真正捍卫者。她毕生致力于保护宜兰的文化遗产，她的精神遗留在阿芳咸粥的每一碗粥中。他相信食物不仅仅是 sustenance， 更是一种连接过去、分享故事和建立社区的方式，而这正是他在阿芳咸粥所实现的。他的精神在餐厅里随处可见，体现在员工的热情、食物的美味以及弥漫在空气中的社区感中。这家被水淹的餐厅不只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更证明了台湾人民的韧性和精神。即使在混乱中，他们也能找到快乐和社区的力量。而这，我的朋友们，就是食物的真谛。食物就是把人们聚集在一起，分享故事，创造永恒的回忆。而这正是我在阿芳咸粥的经历。无论有没有洪水，宜兰人有一句话，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要全心全意。而这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拥抱每一刻，无论好坏，并在简单的事物中找到快乐。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台湾宜兰，一定要去阿芳咸粥尝尝，说不定你还会幸运地体验到水上用餐的乐趣。但即使在晴朗的日子里，我也保证你一定会在这里享受到难忘的一餐。因为阿芳咸粥不只是一家餐厅，更是一趟通往宜兰心灵深处的旅程。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历史，体验文化，并与热衷于分享传统的人们交流。说不定你还会发现自己对州有了新的认识。记得带上你的雨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场洪水什么时候会来。